好多花苞哦。熟了哦，好大一个。天哪，老板捣鼓啥呢？捣一下这个莲菊啊。哦吼，可以吃吗？这种直接，我们这里就是摆的而已，我这个不是切的。咋样子啊？摆的寓意比较好，就是吉利的，大吉大利的意思。啊、哦，漂亮吧这菊？嗯。要不要关照关照一下？关一般我们这个都是买一对的，关照一对的。没地方摆。那就是哪有啊关照？那想买点小东西摆阳台。小东西是吧？嗯。小东西这边。摆阳台的话。哇，这个玫瑰挺漂亮哦。对啊，你家里有玫瑰没有？要是没有，可以考虑一下玫瑰啊。哇，有好多个颜色的哦。是吗？这个是红玫瑰。嗯。果汁也有，还有这个玫红的，还有一个绿色的，我记得好像没卖掉吧？啊、是这个吧、哦？对对对，有个绿色的，还有个这个紫色的。我看一下，这个少见了。还有的话，阳台里面还可以烤一锅辣椒，喜欢这个辣椒，好吃吗？我们这里都是拿来做那个啊，做泡椒。你看这样种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盆，你家有盆就不用买盆了。嗯，种在家里的盆稍微大一点，让它长大。拿回去泡，听说可以泡酱油吃是吗？对，就是泡酱油，就泡椒的。这个紫天椒是可以拿来炒，也可以泡。这个就是泡的。我看一下，哇，师傅，我吃过这个，我吃过，我在有一个粉店吃过，他们是自己泡的，挺好吃的。那要一个辣椒、啊、嗯，要一颗辣椒，这个就不错了。这个草莓呢，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就看见了，好大一个草莓。还可以啊，这个都快熟了。然后这里有花，这个草莓它是现在入开始入它的季节，一直到夏天啊，夏天天太热它就不行。我来这盆，要一盆是吧？嗯，好。家里有空盆你就不用买盆了。这个你喜欢吗？这个挺有特色的吗？这是什么？这个叫做球，乒乓菊。菊啊，漂亮是挺漂亮，但我是怎么说呢？我们这边不许摆菊花。不许摆菊花。对。那你还这些很多都可以放阳台的，像黄金万两啊，玫瑰啊这些，兰花。这里边室内的，我现在挺懂的。哦，要不我再要一颗那个绿色的玫瑰吧。这个是吧？对，这个很少见。你挺有眼光，我好像这么多，我要了这么多盆子，他只给我发了一盆绿的，你就看看。确实是很少见呢、啊，这个有，反正就是有点像白色，但又不是白色。这个还可以吧？这些你都会养吗？会，我就阳台满阳台的小东西。只是没地方摆大的，这些都是放阳台。嗯，这个不用换盆了，因为这个我觉得一次性的东西不用换盆了，你就天天浇水的了。嗯，这个回家换个盆，两三天浇一次水。嗯，这个也是差不多的，见干。可以。以后你养植物，你就记得见干见湿哦。嗯，我算是会养的，我养了很多，就是没地方摆大的，都摆小的。大的到时候家里可以帮衬一下，等我买了豪华别墅先。